钱？四边。你这东西卖990一个，我下过，我也是做机械出身的。什么东西卖990一个？还有这个，谁帮的？要那个弹性，那个不一样。99一个吧？100美金啊。100美金啊？哦，不对。100美金嘛，又不是英镑好嘞。半成品，那你买个机器就行了呀，买个机器啊，买一点这些好。我看一下，你卖多少钱，有没有钱赚呀？你放个钱。